芒果台身为内娱综艺节目天花板，拿捏流量密码的手法也是数一数二的。正所谓流量时代，得流量者得天下。近日浪姐三王心凌的一夜翻红，再次让我们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流量的力量。对于节目组来说，虽然王心凌的翻红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即使在这一周，虽然浪姐三和王心凌的流量有一些下滑，但是依然是如今整个节目的重要流量入口，以至于湖南卫视联合自家视频平台开始重播王心凌早年的电视剧了。之前网上就有某些娱乐博主透露，芒果台预计把好几部早年热度很高的偶像剧都安排在自己平台的黄金档。芒果 TV 率先上线了《爱上查美乐》，然后如今湖南卫视在下午剧场也开始重播《爱上查美乐》这部十年前的电视剧，如今重新上线重播，显然是芒果台开始更大力度的利用王心凌这个流量密码罢了。放着垂手可得的流量，谁会不要呢？况且还是以流量广告为生存根基的视频平台和电视台。爱上查美乐早年内地的首播是2011年8月在浙江卫视的黄金档，所以在当时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此后包括湖南卫视在内的八家地方电视台先后重播，当然该剧还在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播出过。这部剧整个阵容也是当时受到大众欢迎的男女演员，王心凌不用多说，在该剧中更是一人分饰两角，还有男主贺军翔也是大所众熟悉的，另外还有张伦硕，当然还有如今在《梦华录》中饰演孙三娘脱颖而出的柳岩，她在这个剧中饰演贺军翔的经纪人。虽然是偶像剧，但也包含了喜剧、励志、音乐等多重元素，所以在当时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即使放到如今也还是有些看头的，并不会觉得年代久远。王心凌饰演的查美乐可以说是人人都喜欢的女孩，小时候的自卑害怕让她一跃而起成为了万能女孩，什么都会，乐于帮助所有人，看似是一种讨好，实则是一种自我保护。当然她饰演的另一个角色何延庆虽然出身富贵，但是却显然不如查美乐自由快乐，最终跳楼自杀。如此不同的两个角色人物，在如今来看还是抵挡不住王心凌自身的那种甜美可爱。当然这样的偶像剧狗血俗套，虐心是必不可少的戏份，可是除了这些主线带来的甜蜜励志还是颇具看点的，所以在当年这部剧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另外不得不说这部剧里面的音乐，片头曲《不哭》、片尾曲《年年年年》以及插曲《下一页的我》都是王心凌演唱的，而《不哭》更是获得了2011苹果娱乐音乐大赏十大风云歌曲奖。凭借着该剧，王心凌获得了第六届华鼎奖中国偶像励志类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虽然出演了不少电视剧，但是这是她唯一获得视后的一部，虽然这部剧并不是收视最好的，但是绝对是王心凌发挥出色极其用心的一部，所以如今这部剧也才能在芒果台重播。当然这部剧也是给王心凌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拍戏期间王心凌的嘴唇出现了破皮和发肿等症状，起初不以为意坚持拍戏，到最后却不得不做手术，以至于甜心姐姐差点被毁容，也给她留下了脸部僵硬的后遗症。在爱上查美乐中也能够让我们看到现实中王心凌的样子，更加能够感同身受王心凌的艰难与不易。庆幸的是多年之后的今天她又翻红了，虽然成为了湖南卫视的流量密码，但是对于她自己来说也带来了巨大资源和关注度。翻红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是作为一个艺人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就像剧中韩以烈对偶像的吐槽，偶像吗？没有实力能红多久？很现实的一句话，十年前电视剧中的台词，现实中又有多少流量偶像能够真的懂得呢？除了王心凌的这部爱上查美乐，前几日中新闻娱也发传称将要翻拍她与张栋梁主演的微笑 Poster，相关话题更是登上微博热搜榜。2006年播出的微笑 Poster 故事讲述微笑王心凌饰演的面馆老板的女儿陈小诗中了恋情永远不会满三个月的魔咒，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她和张栋梁饰演的歌坛大明星何群传出了绯闻，两人的浪漫故事也就此展开。制片人介绍，目前翻拍剧已有初步的改编思路和概念，但内容还在筹备初期，正在接洽编剧团队和平台，希望能碰撞出更多亮点和灵感。在目前公开的新剧组训中，片方打出了只要笑一笑没有什么事情过不了的标语，制片人说
这是当年这部剧带给大家的记忆点，也是想翻拍新剧的原因。许多网友都提到了《微笑 Pasta》里的歌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小乌龟》，制片人说新剧会尽量争取这些音乐，希望都保留，同时再加入一些原创音乐。虽然很多网友质疑不要毁了我们的童年回忆，别毁经典，制片人回应说大家不要刻意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翻拍，最终要看成品，我们不会照搬也不会魔改，我们会认真的去做新的微笑 Pasta。还是那句话，我们对得起王心凌男孩和王心凌女孩。也许芒果台重新播放爱上查美乐和所谓的翻拍微笑 Pasta 都是在借助王心凌的翻红流量，不过也有网络消息称芒果台已经在与王心凌洽谈她一些拍戏的资源了，很有可能这些重播和翻拍就是在给她的新戏做铺垫和预热，都不无可能哦。不过不管如何，希望甜心姐姐陆续可以出更多新的作品，带给粉丝们更多的惊喜。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欢迎留言关注加点赞哦。